好，下一题。现在做油酸燃烧跟水作用，反应方程是给你硫加上氧加上水会变成硫酸，要制得纯硫酸245克，要消耗多少摩尔的氧？方程式给你了，方程式又给你了，要得到纯硫酸，纯的 H2SO4， 请问你要消耗氧几摩尔？停车，站接问，上来算给我看，上来算给我看。来，我们找几号？13号、1号 ，and 找个帅哥男友吗？34号，上海。1号、13号、34号，上海。算。快点，快点，小心不要撞到我的东西。上海，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线。快点，你不会给我写个我不会，快点。又要伤害我，又要让我，又要让我说我教育失败。是的，看得到。你现在就是我不会，对吧？看到没？他不会写不会。我说叫了三个人上来，三个人都给我写我不会，真是老师教育彻底失败。啊，这个该如何是好？充分证明老师的教育是失败。老师说，老师说，简单的化学剂量三步骤，哪三步骤？第一，写出化学反应方程式，并且平衡。不用写了，人家写给你了，照抄就好，连抄都不用抄，看就好了，看就好了。第二步干嘛？已知跟所求换成摩，已知谁？制纯硫酸245克，所求谁？氧几摩？氧就所求就是摩，不用换，就是摩不用换。已知245克，245克质量怎么换摩？质量怎么换摩？除以分子量，除以原子量后分子量。所以245要除以98，换成摩，求的氧摩就不用换啦、啊，就是 x 摩啊，好 y 摩啊。好，第三步是做什么？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做什么？摩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。啊，已知硫酸所求氧超系数几比几？硫酸系数是2，氧系数多少？3，所以2:3。刚才算出来的摩尔塞进去，塞进去，然后就是神奇的数学啊！3.75摩，所以练习02，3.75摩，是这样做出来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